早餐时间，耶，开吃喽！It's not obvious, my friends, they are caught in the end of falling. 终于没有动了，真的没有动。为什么？真的没有动，对吧？还是我要用力。没有，他没有动，没有他没有。好，谢谢。好，那我把它掀开哦，反正也不会带走。南高月岭国家步道，准备出发。早安，早安啊！准备要出发了，各位。今天天气非常好。在出发之前，先介绍一下队友。队友一世君，对，队友二健达，嗨。好紧张，好紧张。哇！哦，我给大家看一下。阳光乍现。这里比较好走，所以可以录一段。应该有，还没有2K。是通讯点吗？哎，好像是哎。网咖。手机可通讯地点，哎，有远传呢。哎，2K， 我们其实到了。耶。还有11K。哎，所以陈志俊，你没有爬过起来。啊，我没有爬过。这是你的 first time。Yes。好哎，看，再走这个吊桥。好晃，好晃！吊桥炸断，大家都回去了。哎、欸，这个花好美哦，但不知道是什么花。从这边看下去，已经蛮高的嘞。都是巧克力。怎样？我们现在4.5K 前往，继续前往。那我们下一个会要在哪里修？不知道。好，就是看状况。听一下，像还好，速速通过。注意落实，请勿逗留，就是这里。Oh my god！ 大崩壁，给你们往上看一下。欸、它其实蛮长的。对。是到哪里？到那里，那里，到那里，到那个森林的地方。Oh my god！ 我们要走这样一长条。真正的大崩壁。哦、oh。我们大概距离这样子。我现在应该看起来蛮惊慌的。好，我要认真的走，因为要听那个落石的声音。石头其实反光蛮亮的。哎、欸，
好长哦。经过，太恐怖，很，而且其实蛮长一段的。对啊，绕过一头还有一头。对，安全通关大崩冰，真的蛮恐怖的。来拍一张啊！下下，哇，好壮观哦！从1995爬到26了，我们已经爬600公尺了，听起来好少，可是感觉好累。水平这垂直600很多了啦。哦，台湾最高山也才3800。嗯，哎，那哦哇，那这样其实蛮水平。我们垂直600，水平现在8.5K。我们现在休息时间8K 多一点点，要来吃午餐。我本来要带那个麻油鸡的泡面，哦，但它好，它有点大碗。建达应该是带花雕鸡，你有带吗？花雕鸡，我带酸菜牛。看你都带一些厉害的。我带辛拉面，好狠啊！多了一桶。嗯，在这里。又到了铁蛋争霸赛，这次呢，我买的是福记的。我买的是生发号淡水名产啊，淡水的感觉很好吃哎，可恶，我这是在全联买的，哇，怎么感觉输了？又是老样子，韩式泡菜。I think you're cute, can I hit you up on Instagram? Cause you are the only thing I'm thinking of. And I can't stop it, I'm wishing you and I were talking. But even if we talked, I wouldn't know what I would say. My social awkwardness would just get in the way. And maybe I'm a little bit shy, but I'll try my best to compromise. Cause oh, I think I really like how you're always staring at your feet.哇，他把那个，他刚刚把大木头斩断，好狠哦！检举，破坏那个山林植物。11K， 也就是说只剩下2K， 当就在不远处，听起来挺遥远的。等一下，烧起雾。现在在吊桥上，然后这边就是南高瀑布了，超仙的，上面还有一点点那个雾，美美的。然后我现在走吊桥，这一条的话，这个吊桥就蛮长，然后也是有一点小恐怖，赶快走过，不要逗的。我们快要到天池山庄了。真的好累啊！真的上了去乞丐难忘吗？开始自我怀疑。到了，到天池山庄了，各位，我们总算到了，来带大家看一下山庄，天池山庄。你今天晚上要睡这边。Talking to you is all I want. I'm trying not to take the chance of saying no matter what. 非常漂亮的山谷，开箱，非常的开心。哇，好漂亮！我们住在这里，806。健达 ZZZ， 好累啊！超美，长的都是木头。
做的静文的时候，它会有一个木头像，我觉得蛮赞。哦，我也很有阳台，地球骚。进来阳台，这里都可以坐着发呆，耶、啊啊，拍拍照。来看一下下面，你看，现在是在山庄的二楼。然后这边就是刚刚下面可以搭帐篷的地方。你们看，太阳能板。刚刚山庄的人跟我们说，这边的网络是靠太阳能板。然后他们今天早上好不容易维修好，所以我们今天很幸运有网络可以用，但也不能用太多。请问你觉得这次奇莱南华目前为止难度如何？总分五颗星。难度？没错。干，太嚣张了，太嚣张！单身的同学快大发他，欢迎你们在下面留言。对不起，对不起，没有了，剪掉。不是，我觉得这次上坡特多。我们的时间比那个网络上查到的时间还要短一点。真的假的？没有算特快，但是我们也不算慢。我大概只要一段山坡，我就想要休息。然后一 K 我也想要休息，因为我应该是半 K 我也想休息，完全不休息直接冲。我不行啊。7:30开始走，走到大概刚刚1:30左右就到了。我们这样走6小时而已、啊，可以更好，可以更好。好了好了好，还这个人在嫌弃我，他走超快的，谢谢谢谢。我们现在呢是在山庄的下午茶时间 ，chill time， 那下去泡奶茶跟吃点心，然后还要看一下他的那个。商品部，to the places where we used to meet before, cause lately I've been feeling so confused. We've gone our separate ways and never see your face to face, but in my dreams I'm always running back to you. So tell me why I'm tripping over lines drawn between you and I. 喝奶茶时间，立顿 best。 你们是泡一包吗？这个人在用我的那个 Jacobi 的那个薯条搅拌，风味如何？好吃。新的都是发这种用餐小卡，好可爱哦、喔！对，你要凭这个餐去兑换。我爱玩那个大地游戏，对，小卡就没得吃。就陈先生偷偷把我抽掉，我撒到那个瀑布里，我就强力的。我把那个你的那个烟熏山，看不得，不能把主食删掉，射到瀑布里面。这个是南华山，对，明天的目标。明天的目标之一，对，天哪，好累，蓝天蓝天。我们刚刚在山庄里面吃饱喝足了一下，就是吃完下午茶之后，我们想说，反正5点开饭前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就先来刚刚的那个瀑布的地方。我们走一条小路下来，超级美的，这个视角超美的。然后你看那边也有一丛花，哦，真的美呆。10 minutes ago. So bad at making conversation. Couldn't ask her for her number or her name. I don't know if she just wants me to leave her alone. But I'll go sit in that subway station, open up to the door.中的那个灯都开了，我们现在要下去吃饭，好开心啊！我
跟你讲，餐券很。我最喜欢吃饭了。哎，你到底有没有在用心？另外一桶呢？是什么呢？是它。干、哦、好香，好香。When I'm talking to her, but I'll try. 今天吃香肉，还有菜，野菜。我想这个我不太确定是什么，好香。She's drinking, but she wears that puffy sweater when it's so hot in this midsummer weather. I wanna know her past and be her future. I know her. 这个是好味，好新鲜的海鲜，鸡腿、泡菜，哇，这个印尼超赞，南投是想要见他那个树豆干咖喱，树豆干咖喱。欸、很香耶、嗯！好吃怎么办？难吃，超好吃。雪山我会拍，我每次去雪山都拍。你的拍是到顶拍还是？看得到星星，大家有看到吗？哎、欸，不止一颗。嗯。月亮，哎、欸，不止月亮，超亮的，你们看到吗？然后面这边，超美的。现在是2:33早上哦，然后我们现在要先吃早餐，这是早餐烧饼，因为现在还是就是整个天暗的了。状况，所以我们会摸黑的爬，所以一定要带这个头灯。没错，本人是蛮害怕的，很怕摔落谷底。好，那我们就要准备出发了。哇，阶梯最难爬。啊，这一段感觉录起来很像鬼。我们现在要去搜寻山东。OK， 什么都看不到哦，大家非常的暗。但我们现在慢慢走出这个山头里。什么帽跟这个头巾都戴上。哇，你们是营地还是山庄？厉害，一天山庄，一天营地。哦，想说抽两天山庄。厉害的姐姐，大家有看到吗？这里完全是一个大平台，这边，聊，完全看不懂这里要怎么前进。是这边吗？哦，结伴结伴，好的。对啊，遐空旷，你哪知影一条路哦？系啊，哇，叫 Kung Boy， 所以是有池是不是？哎、欸，现在是不是感觉没什么水？回来就看到。有，大家有看到吗？那边亮亮的，应该是普里的城市的灯光。哇，你可以来这边。bling bling 的、欸啊、那你可能就要再爬一段。还可以。再换上雨衣了，因为我在下雨，微微的，不知道等一下。上去之后还会不会下？希望是不会。结果我们刚爬到一半，反正就是现在这个景象，雾雨蒙蒙，没错，下着细微的小雨，什么都没有。我真的跟日出很无缘呢。过一大堆人，我有点想要哭。然后那边都是大家终于爬上来。有些山是根本就你在上面端观景都没有，就是这样哦。可是我，然后那个是三角点。我手机赶快上吧。QQ， 开心吗？开心，开心，开心！哇，好开心哦！一，没有日出，好开心哦！
聪明，但是山顶应该还是蛮雾气蛮重。现在在前面那路，这个就是往南华山的1.4公里，真的感觉会有绵羊在那边跑、欸。绵羊，出来奔跑吧！假装在欧洲。哎、欸，那一片云海超厚。I'm so sorry for dreaming about the future. Maybe I'll be better when we're old enough. 坚持到了，这就是传说中的天池本人。难怪都没有人要在这边打卡。坚持就这。天池，我们来看看啊，从那边来的，刚从那个那个最尖的那个地方来的，我们是走了蛮远的。恭喜各位，上面真的云雾还是很多今天是看不到那个了，黄金大草原。Stripped away, what's there to do?继续前往南华山，然后我就继续后悔这样，我快累死了。本人到南华山了，下面看得到那个平地的村庄是吗？一个小城镇这样，我居然上来了，耶！好啦，今天这里太冷了，我们大概马上就又要下去，拜拜！我们又从南华山一路奔回。天池山庄，我现在脚底左右脚下面感觉有各有一颗水泡，然后左膝微疼痛。最后一个天池山庄的餐，干面，已经饿到说不出话了，开动。我都拍不到，学士服白带，烦死了，好哟！还是在这边拍，是吧？在天池山庄门口。我其实刚刚回来的时候有闪过这个讯息，我在想，但是想说大家会觉得我这个怪人，跟山庄开这个看会会，回程了 ，Go Go。下坡13K累鼠，来一个小时要走 3K。 Oh my god， 我不要。所以才叫黄金大草原啊，原来啊。时间都点破这个黄姐的，根本就不是什么草原的颜色，这个草原是钱堆出来的，渲染出来的。应该是最后一个封闭了，我已经累到不行了，最后500K，看到登山口了，我真的快要累死了啊！终于到了登山口，and now she's older, a little bolder, she's still resting on his shoulders.
so that she doesn't miss a thing. Way above the crowd, she sits and sings that I'm